好冷啊，风又大，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，出来搞点年货，回去年底吃。开始抽竹签了。哇，今天抽这个大超级大坑啊！哇，看一下，够大吧？哇，今天风很大，很冷。那边水比较深，抽不干，所以这个直接搬过去抽一下。哇，终于抽干了，刚才抽出去又霸鸡了。现在这么冷的天气，他给我霸鸡，嚼了十多线。哇，这条大鱼线给他抓起来，看他在这里面一直跳，一直跳。哇，是红鱼啊！哇，这给力！啊，来来来！活力很好，赶紧放在这旁边给它占有。这边举坑比较大，来来，来，先放这里占有一下，等一下过来抓你哦，乖乖的。这个看搞得动不？来打过来，哎，走，这有没货？哎呦，哦，有没货？这么大的石头，哇，那么大一个塔罗。算了，不抓了，赶紧抓起。哇，这个螺都给他捡走了，算。哇，哇，这石头精躲在这里面，躲在沙子里面，像石头一样，真的是石头精。不过这个个头太小了。哦，那边。哦。幸好今天我们摄影师眼力够好。哎，有轻轻的转。哇，是宝钩鱼啊！够、哎、大。哎呀，黑黑的，有点暴殄天物。哇，这个剧毒的海鱼啊，太小了。来，这边给它上进去。等下海局长再来，你自己跑吧。哇，我去，这个手割一下就流血了。大家在海边弄这个石头一定要小心，割到了就流血了。哎呀，哦，哇，这流血，哦，哦，哦，你看海里螺这么大，应该有肉了，到西家那里面。那个小鱼家不，哇，有肉！哎，这个多的。这个当观赏，哦，早一差点搞了。这个当观赏鱼的我抓回去，这种鱼的就不要了，这种给它放生了。这个我拿回去。哎呀，哇，蓝蓝的，像那个蓝宝石一样，给它放生。嗯，好了，处理进去。自己回来自己搞的，搞不好了。哇，海里螺一枚。哇，这个观赏鱼我也带走。哦，这个不是做大礁的问题，这个是拿回去当观赏鱼的。这个是给它放。哇，有肉，上货。跑到我踩的脚印这里面来了，哇，皮皮虾，这个眼睛够漂亮，哇，这个眼睛，这个眼睛，跳，我跳，哇，哇，跑到这边来了，咦，你要顺着嘴往下流。是我自己太钝了都没视觉了，还是怎么这么大个的？又是我们这些是看到了，哎呀，跟我拼命，我用石头砸死，出
来，出来！你大你就留不起啊！你还今天我这大冬天的游一下就完了。我今天什么洞也大了也没感觉。我的红鱼在那边，这个漂亮，我就喜欢看到这个颜色。哇，割一下流血不止，咋办呢？哇，这边也有一条。刚才这边看红鱼，感觉那边有动静。这个是我给他弄过去看一下。那你这边先找一下。他是不过来了。知道了。我去洗头哥嘛。来，我们轻点。你会一见到我就战斗模式开启。哦，又一条八公鱼。哦，这个够给力，够难。看一下今天收获，哇！今天最大的鱼，这个超级大，今天就是啊，最大的就是这个红鱼，差不多，给力，这个差不多有4斤吧，先给它放在那边。哎，好，今天这2条八公鱼，好像我们摄影师啊看到了2只枝头蟹。今天收获总体不错，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走了，我去收拾一下，哇，这个红鱼都装不下，爆桶。